为着从三四十年代增加庙会，或者是喜庆，拢一定会邀请来营造的汉乐队音乐文化保存落来。第三顶保护社区结合当地会晓营造传统乐器的人才，共同组成汉乐队，为了让这些长辈一旦在表演当中找到生活的重心和自信以外，更将汉乐队的文化来传承落去。第三顶保护社区的汉乐团，为成立到即马十年的时间，不但得到国家的支持辅导，更常常受到邀请到各地演出。像即挂平均已经八十岁的国宝级长辈，不但得到快乐健康，更得到满满的自信和成就感。到各寺庙啊去参加赞扬，也曾经到台北去表演，也参加过内政部的艺文表演，都受到很大的肯定。这些老人家。由于有这个活动，让他们有很大的自信。啊，来参加个汉乐团，袂歹啦，因为我八十岁啊，搁来参加这实在不应该啊，真济岁啊。啊，伊个做主持个这个麦克会歹势了，安尼了。啊，你感觉来参加这個，对你来讲得到啥物？啊，咱较袂讲遐无聊，啊，大家互相知识相交换，袂歹啊，吼，对无？来这较有人才，较有法度好学习。哦，来有一挂较早就有拜过师的吼，我是完全无拜师的，哦，啊来干那听音听到，干那干配合配合到即摆是叫出来都拢会下就对了。因为会晓演奏一挂使用插头以及乐器所制作出来传统乐器的人是愈来愈少，根本讲是会晓制作这款乐器的师傅是剩无几人。因此，保护社区汉乐团来的乐器，拢是由其中的成员张滚磊来制作。我是国校毕业，十四岁已经就无什么好耍，啊，就想讲，哎，看要来创啥物咧，来甲人配合，甲人耍来弄去，我拿去家己的，用我手工我拿去做，差不多做是歹歹，哦，以后来愈做愈水就对了，即个生意做了拢袂歹。除了用茶，佮用啥物做？啊，椰子，卡盐的由来就是椰子壳做的，这样做卡盐。三四十年代，我们乡下哈庙会或者是喜庆，都是用到的一种乐队乐团，我们也叫做八音呐。啊，因为这个会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一直啊很怕会可能会失传，所以我就利用这些老人家还会的，赶快把这些技艺啊传承给新的一代。在社区干部以及一挂介意传统音乐的长辈共同的努力之下，将摇摆乐团的珍贵音乐以及乐器保存落来，都让长辈会当在表演当中找到生活重心和自信，继续将传统音乐继续传承落去。记者刘璇，长报道。